不话了，知道吧？捅老半天，他我说你先播着。雪竹梅，感谢盛华。杨着今天杨着。感谢龙龙，感谢似水年华。你看杨着眼睛肿的是吧？感谢记住了，感谢龙龙。杨着眼睛肿的都看不到公屏了。哦，有点过敏了。不是过敏了，这两天主要、现在没有天黑，应该到七点半才天黑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对，来第一个预约一下，没有预约的我们先预约。没预约预打预约一下啊，老高姐们啊，帮杨着预约一下。嗯、那个不是说上火，不是说眼睛过敏肿了是吧？就是这两天上火了是吧？哦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直播间说一下那个问题？直播间说的话啊，老哥老姐老哥老姐们啊，那个直播间那个雪燕那个他妞妞姐跟那个他那工人给发错了啊，工人给发错，老哥姐们，完了那个发那个有那个他是那个湿的啊，发的整个那个你们刘家完事了啊，留就留家就行了，我都给补发了，今天总共是37个人啊，23单啊。完了发出来的话你们就不用返回来了，完直接羊肉送了啊，那羊肉请大伙吃了啊，羊肉请大伙吃了，说啥就跟你们啊，就不用往回返了好吧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刚刚杨哥说的是妞妞，那天我姐姐妞妞姐姐就是那个雪燕，她那个给你看的是那个拉丝一丝的，但是呢她的功能给搞错掉了。给那个家里人给发成那一块一块的了，收到一块下单雪燕的一块一块的呢，不用退，我们今天全部给你们补发这个直播间那一丝一丝的那个了。对对，那一块一块的呢就属于我们赠送的，就不用发了好不好，我们客服再联系你们。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晚上好啊，咱们不提说了，客服一会儿马上都会联系你们的啊。对，如果有知道的话、就是给你们说一下。所有老哥老姐们来，新进的老哥老姐们能点赞的帮杨着点赞，能分享直播间分享直播间来，能预约的点个预约来，老哥姐们能站着吧，马上到1000人，老哥姐们啊，所以说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们，杨着肿着，他说过敏，不是过敏了是吧？杨哥有点过敏了好像。不是过敏，昨天我爸给我打电话，我应该的应该的，是因为我们这边工作的原因，打包的原因，所以应该的。老哥老姐们，我不是我过敏了，就是我爸昨天这两天不在给我打电话吗？工作上的疏忽。你知道我爸我打电话，早上我打电话，打了好几个电话。怎么了呀，你爸？我眼睛都哭的。不至于吧？你爸给你打电话，你大老爷们哭啥呀？啊，对，哭的。大老爷们哭啥呀？你说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这老人着急的话，要我处个女朋友。缘分没通怎么处？那就随便找一个也可以、随便找一个啊。对啊，那叔叔阿姨们，你说杨着找谁呀？不是我打的。对，你看看，你看大伙儿，我眼睛肿。哥，不是我打的，真肿着哈，都肿着哈。这端关机。美嘉欢迎您。
这咋还掉链子了？是啊，一千多人了。喂喂，哎呀妈呀，我把声音给关了，这啥玩意儿，这整老半天是吧？直播间就一千二百人看笑话，这老哥老姐们丢人了，杨哥大伙赔不是，丢人了，赔个不是，太丢人了是吧？自己把那个声音给关了，关静音了，关静音了，我的啥，我的气是吧？把灯点着点，等着亮。看着啊，直播间哥姐们啊，公屏来，公屏公屏，老哥老姐们来，现在直播间1300多老哥姐们来，把那个那个啥、啊，把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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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马，感谢我军哥，感谢我方姐。我大伙发一个啊。手机来了。别死！哎呦，乖乖！来、哎、空翻，行不行？这样，我怕给你们吓着是吧？我给你们怕吓着，我又感谢三明，感谢。厉害，我别整空翻，我也给你们吓着是吧？我怕给美丽吓着，这羊这这啥功夫都会是吧？云南天没黑呢，对。还得半个小时吧。来，老哥老姐们，不翻了，这身体不行的。以前我咔吧我就翻一个是吧？杨子跟你说正经八本练茶着是吧？还得半个小时，对，别闪着腰了，蓝云姐姐，对，能闪住腰了吗？想闪也闪不着啊，是不是老哥姐们？这我爸早上打电话跟我说呀，说儿子，你都四十了，你属老鼠的，你怎么那怎么情况是有什么进展没有啊？说那个意思是吧？说。啊，那个，说那个，对，没天黑呢，对，没天黑呢啊。弄两个，不是我，不是想着不弄，老哥老姐们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腰真不行，着急了啊，老哥姐们，我爸着急了，我爸说那个儿子，你这么好的话，儿子你没牵牵手啥的，你说。说在一起的话，说在一起住的话，你这楼上楼下的，说儿子你勤往上那啥、啊，多照顾是吧？老哥老姐们是吧？我爸直接跟我说的是吧？但是老哥老姐们，你说他在我上边住，我在他下边住是吧？不像我们俩住一个院子里头，那就好了是吧？
我爸着急了，知道？我爸真着急了，知道？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儿子，你别听你妈的，妈的事儿都摆平了，你就好好的，给美丽的追到手了，知道？”完了之后，那个，你今年过年的时候，你行的话就那啥，完这一处处，我们俩把你俩把那个事儿办了，知道？我小声，我都听不着，知道？是不是老哥姐们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公屏扣一，老哥姐们。纸拆着，搁这儿行了，那烧点水儿，这样。别来一个，来个啥来了？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行。我现在我费点劲了，现在以前能折俩个子是吧？真的假的？啥嗑唠的？这真的假的？我都有点不相信。是不是？有点不相信。我翻来覆去的，那都我跟你说，那不是那啥，那练茶子是吧？有功夫的是吧？来，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？直播间老哥老姐马上到2000人，老哥姐们马上到60000赞了，老哥姐们，能有站榜的帮哥姐们站上榜来，有眼镜送眼镜，截个图来，帮杨哥站个榜。这是美丽的号第二天开播啊，老哥姐们，来一下吧，是吧？不是，关键一点，我是想来一下。你看今天的视频我都拍的，上哪儿找杨哥这样的拍视频的？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知道好吗？昨天也没啊，那是在工作。感谢那直播间昨天晚上叔叔阿姨给你感谢杨先生支持了你100单苹果，你感谢你没奖励一下子，我上火。那别老是把那个脸贴过来，我上火眼睛都肿了，是吧？对他开玩笑的，东哥。大哥，你看我眼睛都肿了哈，还两边肿的，哭的，你们相信吗？感谢唐医生送出的加入粉丝团，感谢。哎呀，感谢我蓉蓉姐，感谢我姐，感谢龙一下马上上两，你看一到1700人呢、马上就2000人了，马上2000人，老哥姐们啊，感谢直播间所有的哥姐们啊，咱家直播间老哥姐们有小花有草的占个榜啊，不是，一人送一个就行，送一个小红心完事了，不是我打的。今天晚上还有苹果吗？待会儿给你们上点。还要吃苹果，昨天我吃了2个，特别好吃。昨天晚上我吃4个，今天中午吃了一个。感谢芳姐。钱哥，你这话你唠的，他敢吗？美丽没有那么暴力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脾气暴躁，但是没有那么暴力，你知道吗？昨天他确实他拿手拍我的，怪不得我这。我拿什么拿手？昨天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哪公屏哪看见？没有。大伙都看见直播间输了。昨天说、我说付款失败了，没关系，待会叫了杨哥再给你上一点吧，看一下是不是联系一下还有没有。昨天晚上他是不是拿手拍我来的？看见，你看大伙都看见了。我就拿那个鸡粉，就那轻轻。你看大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输了，哥姐们？征服大哥说轻轻打了一下，不至于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亲，哪叫穿？不至于。是吗？你们不要偏他。我跟你说，我爸今天真着急了。怎么了？我爸给我打电话说，那个，说你跟美丽的话，大老远来去看你，说你美丽对你这么好是吧？又给你洗衣又做饭的是吧？嗯。说那个儿子，你给买个项链不够啊是吧？是吧？送我一个项链还不够？我爸是跟我说，我说我爸，我说那爸你啥意思呢？我爸说那个爸这该有俩钱儿，那私房钱儿你妈不知道，给你待会给你弄了。你给美丽买点好的呢，是不是每一个男，是不是每一个男士都有私房钱啊？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来问公屏上，你们公屏上应该是不少男同事吧，一半一半，男性同胞们有没有私房钱的？有私房钱的扣一。这敢说吗？对吧？阿姨和叔叔。对呀，有私房钱的扣一。阿姨和叔叔坐一起看直播的，敢说吗？有，你看人生哥说有，肯定有自己的小金库，对，每个人都有小金库，我觉得。把预约点一点，老哥姐们，把预约点一点啊！把预约谈一来，把预约谈一来，新进老哥把预约一下啊！对，有私房间正常，对，是的。不是我爸这么说的，我爸找我打电话说，就那个美丽大老远去了，儿子，对咱那，哎呀妈，我全哥有30万的了，全哥有30万私房间的了。全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录屏了，全哥啊，你明儿我卖货，你不卖货，我告我嫂子的。截屏了是吗？对，你赶紧给兄弟整个眼镜，像欠制的。好多呀。完了，那个，我爸找我打电话说，那个儿子，那个，
说那个美丽啊，是那个上医院看你花了不少钱，完了之后我爸说那个好多好，哎，好多都是医，太多太多医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听爸的，完了之后那爸给你，到时候给你那啥，爸给你沾巴点，爸有那私房钱，跟你妈别说。我爸说那个爸这一年捡废品捡的是吧？完了私房钱给你拿点，完给你美丽，给你美丽的买点啥是吧？哎，你爸的驾照考完没有？考过了吗？考过了。哎，你爸的驾照还考过了，挺厉害的。马上到2000人了啊！我穿的是防晒衣。你说我老郭的节目，说我爸说的对不对？对，打个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感觉我爸说对，打对。我看了公屏，沧海那个大哥说，不是小金库，是给老婆孩子准备的，优秀。对，我爸说的，我爸老支持了。我爸跟你说，我爸那个就跟你说，不见兔子不杀鹰，我爸一般不给的是吧？我弟弟那啥，我爸都不给。你以为呢，老郭老姐们？我这嘴，你看这炮旗啊，啊，大炮旗啊，嗯，上火了，嗯，大炮旗的。老人着急，对，确实年龄不小了。什么他亲的？不是他亲的，瞎打啥呀？是啊，公屏上啊，是旗的炮。对，是的。已经直播间已经2000人了。叔叔阿姨跟姐们说那个羊肉嘴起泡你亲的是吧？是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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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亲嘴吗？没。他不会。啊！摇的。我跟你说，叔叔阿姨跟姐们啊，真不是啊。你看，大伙都说，你看这大炮声，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叫你轻点轻点，你非得使劲摇，真是的吗？太黑了，谁说我黑的，山哥？我在点赞，山哥，谁说我黑的？把预约点起来，把站榜来，老哥姐们来，有小红心上小红心，我不黑。八四年，谢谢了。后面一个什么？娟姐，我必须得偷着乐，是吧？天然气清。感谢医生，感谢送辉哥送的红酒，感谢医送送的回啊！我这嘴瓢了是吧？嘴起大，叫他给我咬个大炮。当合伙人，你们往嘴上咬啥呢？你别胡说八道，在播直播间乱说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这些直播间。